你说乌兹去哪了？乌兹肯定在还直播吧？不打吧？应该。对啊，怎么可能还打乌兹？很难打的。那孩子都要出生的孩子，肯定还有做孩子的是吧？啊？对啊。那叫不孩子？就我们，就我不知道啊。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个人观点，我没问过他我。哎 ，Rookie 大概会，你不要问我 ，Rookie 大概率会留 Vivo 的 ，Vivo 明年会补强的。Vivo 明年一定是补强的，他们会留队的。那补强的补谁呢？补上单跟打野。要换辅助的，其实我听说是要换辅助。我辅助肯定换。春季赛就要换辅助，但没有人选。买，问滔博买要了个人，滔博不卖。这个可以跟你们说，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。就威武去年打完春季赛，问滔博要了个辅助，但滔博不卖。威武三野辅确实要换一下。对啊，就他们想换上野辅啊。AD 跟欧双是肯定是换不了的。哦，双色已经是很顶尖的了。问滔博要不要，那只能是一个左。对啊，滔博不卖，滔博说不卖。对啊，现在身价最高的选手是谁？身价最高的选手，嗯，人问。你说 LPL 吗 ？LPL 吧，用 LPL 为例吧。就是，其实有几个差不太多吧，有几个人真是差不太多。对，冠军那几个吧，肯定是。有皮肤那几个吧？有的没皮肤的也挺贵的，其实。我想了一个，有的没皮肤的，4500就挺贵的。对，有皮肤的亚飞不应该很贵吗？现在亚飞贵啊，亚飞很贵，巨贵吧应该亚飞。但是出得起那个钱，亚飞自己留不留，要看他自己的选手意愿。真的，讲道理感觉不留了吧？还不好说这个都。等一下要被骂，对，等一下我又要被骂。怎么说我也是？等一下我又要被骂。怎么做？我是他们的前选手，肯定不能带他们节奏了。我又被骂了。等一下，阿乐去哪里？别问。再聊，他李宁不续约了。李宁不续约。啊？菜呢？还没上。喷打 C 呢？留队啊！留队啊！那是别人 LNG 的宝贝，也不是宝，自家培养。自家培养兵，就是我帮潘大 C 说句话，就是一个本来都觉得自己打不了 LPL 的人，然后被管理层抬，哎，我这不是带走，就是潘大 C 人还可以，就我觉得新人上场，观众要多给点包容，就我觉得新人刚上场，观众要给点包容，很多包容了已经，很多包容了，很多包容现在，可以可以，以我们虎牙四少的实力，哄人家洗白 ，BIN 的他们说。VIN 是什么 ？BIN BIN 阿兵，人家还有合同，你问这个干嘛？别人还有合同呀，人家合同都没到期。那明年是不是很多选手找不到这工作了？你说明年很多选手找不到工作吗？工作挺难找的，现在。对，这工作真很难找。工作真的挺难找的。这年头工作真的不好找，所以有个靠谱的经纪人其实挺好的。垫底的队伍那几个老逼。Dandy 队伍那几个老铁应该很找工作吧？你说的是选手还是教练？选手。我想说 ，RA 上赛季成绩不好，啊，其实选手都还是挺好的。RA 明年应该会挺厉害 ，RA 老板愿意花钱。那明年很垃圾是老队伍。等转会期结束我们再说，这个你现在评价不了。万一别人最后有变动，突然决定花钱，我们俩不是小丑。我对 IG 呢，摆了吧？卖队伍了呀？卖了没？这个应该可以说吧？可以说吗？想卖一点四个亿。你先仔细想一下这个问题，能不能说？可以说，就卖的现在别人外面报的价格 ，IG 不满意。啊，别人想买名额的价格报的，王老板不满意，然后王老板自己在考虑。还没卖啊？还没卖？想目标多点行。还是王老板的吗 ？IG？ 哦，还是王老板的。他只卖名额，不卖品牌。IG 来说，对他来说应该是挺珍贵的。我是我的话，我也不会卖的。对啊，十几年是心血。他只卖名额本身嘛，就是你要接我这个盘子，你卖了要改名字，就跟 VG 卖给 RA 之后改名字，我 VG 的品牌不卖给你，我只卖那个席位本身，嗯，只卖席位本身。蛮身去哪里了？蛮身呢？我的蛮身。没有蛮身，没签呢，没签呢，人没签呢。盲僧有经纪人的，我一直都说盲僧的经纪人是原来是小 B 姐，啊，盲僧的经纪人是小 B 姐，小 B 姐也开经纪公司，只是我们是竞争对手，哈哈哈
我们是真的，他正儿八经开经纪公司，他旗下的选手波比、盲僧、咖哥应该开签了小 B 姐，然后井盖，然后柯基，他有两个教练，他有三个教练，井盖、柯基啊，你有没有选手？我太多了，我比他强大十倍，这么厉害？我比他强大十倍，分享一下顶级，分享不了的，现在不能分享。我能分享别人的，但是分享不了我自己的，哈哈，我只能分享别人的，分享不了我自己的，影响我自己的选手转会。那么能说的，能说的教练，一半吧。教练也是要透过经纪公司去找队伍的，现在。对啊，教练也通过经。那我说了，波比跟柯基是小 B 姐的人。柯基是要写作柯基吗？不，柯基是原来 EDG 的柯基，两个台湾人，因为波比跟柯基都是台湾人，小 B 姐也是台湾人。我这个知道。小 B 姐也是台湾人。林伟翔的事儿，你们过几天就知道了。林伟翔会找得到队伍的。林伟翔找得到队伍的。就是不在放 pass 了，我卡拉米呢？回去了。不要去了。真的回去了。他说的，一切言论都是。我是记者，今天营销80%，80%。营销号别带 RM 兴趣节奏，我是记者，他是那个被采访的人员。80%，80%。那大哥去哪个队呢？哪个大哥？啊？什么哪个大哥？啥？你说卡纳米？我不知道呀，我又不是他经纪人，我怎么知道？这种但是有的人我能说，是因为我了解详情啊。你看，我不知道的，我真的不乱说的。但有些人会觉得，妈的，你是在乱说话，那没办法。撕破伤口呢，应该还在标记吧？三年合同，还有一年呢？没，还有两年，还有两年呢。三季应该也很久的合同吧？三季，两年，对，还有一年。要卖他？要卖吗？三季都 ？OMG 全部挂了，摆了 OMG。不是要收成本？又回血？你要再用青训，用二队人玩一下？也不是，就看能卖多少。如果卖不出去就补强了，就是反正全部选手都挂牌了。我都说过，除了小五之外都挂牌了。小五是小五是自由人。哦，合同到了，好像要退役了，想退役了吧？太年纪有点大，想退役。对，应该不打太久了。打太久了。打下去感觉也没什么成绩了，现在。也不是他、他找个工作应该挺简单，就是找对就老虎就找工作是挺简单的。对，就是但是看如果他觉得他太累了，觉得挣的钱也不是很多，他觉得他别的地方想换一下生活方式，他就不想打了。我海边少年呢？海边少年，我真但是微博是要换 AD 的，我是肯定知道的。但是等一下微博管起来骂我，我这不太好。为什么把菜放这么远？他搞我的服务员，我越南人呢？没联系上，信息都没回。他老婆跟我说，他老婆都跟你说，越南人老婆跟你说，我跟他老婆熟啊，我之前在你跟越南人老婆熟？我跟越南人老婆还可以，牛逼。他是我好朋友 Lily， 他们结婚了嘛？他说好不好？我问 Lily， 我说骚粉今年是怎么想的？Lily 就说全部看骚粉自己，就是那我就说哦，好吧，好吧。牛逼，你居然跟越南有老婆熟？对呀，我认识，不是我们之前我在 Snake 的时候，你什么时候在 Snake 待过？我在 Snake 待过呀，我在 Snake 有朱开吗？来年有朱开呀，我跟朱开，姿态美姿态，朱开在，我跟朱开克里斯三个人，我们三个人大班子，然后。比较巨垮，然后巨垮，打训练赛5分钟投降，打训练赛2点训练赛3点钟开 P 吧，这不是我带的节奏，绝对是，这我带不了，那时候马斯托在吗？在，所以说是2点钟训练赛3点钟开 P 吧，当时是马斯托、蝴蝶、蝈蝈、骚粉母、弗兰朵，垫底，没有垫底，季后赛门槛。